道具暖暖区定向社区发展协会用舞台剧的形式演给你看，加强宣导，只要遇到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或是性别暴力，都可以拨打113来求救。暴力儿童简称目睹儿，虽然没有在做，还在孩子身上留下伤痕，但心理的创痛和阴影是隐性和长期的影响哦。好，那我要去打这支保护针线了，谢谢你。基隆市政府社会处积极推动防治家庭暴力、性别暴力等宣导工作，期许将基隆市打造成为无暴城市。今年更在安乐区妇幼馆举行防治暴力领航社区成果交流分享会，在市政府民政处长张渊祥、市议员张耿辉以及市议员林佩祥服务处主任沈义传等人陪同下，由社会处副处长盛惠忠颁奖表扬，包括定祥、智慧、清风、堵南、德和、七贤、永康以及五伦等八个社区发展协会和安心居家护理机构，总共九个防暴宣导优异的社区发展协会和居家护理机构。说很多的这些的暴力，其实它有分对象以及它的区域，所以在区域里面，不管是在家庭、在职场、在学校，都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暴力行为，甚至在我们的对象上面，甚至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我们怎么去建构一个性别的暴力，怎么去防止这些东西。那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这些社区发展协会以及我们机构来为我们共同来防治这样的一个作为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宣导。那以这个五年的状况来说，其实我们办理的相当多场次的一个宣导的活动，那这大概这样子算下来差不多快1000场啊。所以非常感谢把我们这样的一个防暴的概念呢传送到我们社区，我们里每一个角落，让大家都去重视这一个问题。主办单位市政府社会处也特地在现场设置防暴大富翁真人版活动，透过用真人来玩这个历久不衰、老少咸宜的游戏，加深大众对于性别暴力的认识，让社区伙伴也可以共同参与交流。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